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 Mount Austin 的 Maji， 这是由韩国人经营的韩国餐厅，这里售卖的都是正宗的韩国餐。而在我面前的就是这里最主打的芝士烤肉锅，里面有三种不同口味的肉类，有原味五花肉、辣烤鸡肉以及甜酱猪肉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还可以搭配这个浓浓的 cheese， 喜欢芝士你绝对不能错过哦。除了这个芝士烤肉锅呢，这里还新推出了这个韩国火锅，里头有非常多的新鲜材料哦。但不管你喜欢吃的是烤肉还是火锅，都可以来到这里的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有提供高达十样的小菜，重点是还可以无限 review。还有我喜欢吃的泡菜哦。如果你觉得吃不饱的话呢，这里还有主食哦，芝士泡菜炒饭。吃韩国餐怎么可以少了 tteokbokki 芝士辣炒年糕？吃完了火锅里头的料呢，剩下汤头还能够煮面，还有花蟹哦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韩式炒冬粉。吃饱后别忘了，这里还有免费的雪糕，这里还能够超值午餐配套及外卖服务哦。所以大家记得常来 We Mount Austin 的 Maji。